陈巧文、易海豪情保蔡元村，保卫蔡元，照业为师。政府星期五就收地啦，村民尽最后努力走上街头。八百几人由铜锣湾出发，原本好好地噶，行到去长江中心对出，嚟一招瞓马路。所有嘅人士，麻烦你哋立即离开呢一个马路口啦。警方见势势唔对，即刻截住班八十后啊！咩手啊？缩手！缩手啊！缩手啦！阿Sir绿灯啦！绿灯啦！仲喺度行啦！阿Sir定啲嚟。你唔好再好冇带，都唔安全，几时先安全啊？各位警察，呢班八十后梗冇咁易算数啦，继续打死唔肯起身，连车都行唔到啊！咁我哋就集结啦，就保持啦，就同佢开翻。你依家咁阻住，系你啲警察阻住嚟喎。开路！警察都冇佢哋苦，最后都开路啦。佢哋仲喺政府总部话出理想家园，希望政府唔好挂住卖地俾人起豪宅。咁村民就计划星期五嚟个翻版《二海豪情》，学刘醒对付胜利队咁，一见到有人收地就集合村民力量对抗。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就话会尽量以人性化处理。